咱男嘉宾会选择谁作为他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？好，我们男嘉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号女嘉宾。那一号女嘉宾年轻时候什么样呢？我好期待啊，叔叔，我真的好期待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。来，咱们请他上场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请我们女嘉宾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来自鞍山岫岩的，我叫王成碧，我来就来找我的爱情。哎呀，我们阿姨今天哈精心打扮啊，上一次还没这样，今天这小绿裤子配小红衣服，一台戏呀，这是一台戏。那就阿姨您会来两下吧，秧歌会不？不会，我就会拧两下。那你拧两下，咱们说好看，咱也没关系。我们叔叔啊，我们叔叔就爱浪。哎，你狮子扭秧歌，狮子不灵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浪儿浪，我也会。来，你俩谁要扇子？我要扇子，我不会弄的。谁要手绢？不会扭啊，要挑扇子。这个嘛，是不是？我也会，还能转起来呢。开始吧，来。大姑娘没来，大姑娘啦。真拐了，阿姨，我不算拐了，我这。怎么你往下走过？麻花布。我不会扭。麻花布。是，挺专业呀。这小媳妇有点羞涩呀，我妈一点的这小媳妇有点羞涩。人家是大姑娘，激动啊，人家激动的不对劲儿。见到你了，激动。对，看着我激动了，受拐了。这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能激动啊？激动了，那就是好呗，那就是对我有印象。我跟你说什么吧，就是叔叔，我最佩服你这个自信。你这种自信在我们爱的选择舞台上，你说第一，没有人敢第二，因为我们女嘉宾都没自己都没说感想，你都猜测出来是因为看上你激动了。激动就差步了呗，那你一瞅寡妇瞅人了，好，小步就点赞啊，就是你看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颤抖的手，你说小步走不走？是不是？走起来。你俩面对面，面对面，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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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呀！哎呀，站上了，站上了，站上了！你不围着他转，他就围着你转啊！反正俩人总是谁围着谁转啊，这小日子就过起来了。现在都老头围媳妇转。来，这老头媳妇跟你说了，来，一二三，我讨厌。我发现一点，大哥特别有带动性，就是你的这一带动，我们所有的在场的人全都开心起来。真是像大哥刚才说的那话，你愁能愁来馅饼吗？愁不来。对，所以呢就开心的生活的快快乐乐，就这样。还有就是什么呢，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俩啥感觉，反正我看到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在我们这玩得这么开心，我特别欣慰。我觉得好像不光是给他们俩促成这个姻缘，而是看到他们两位脸上绽放这种笑容，我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。对呀，对吧，这也是我们哈作为年轻人一种孝顺的体现。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找乐，其实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应该找乐，怎么乐呵怎么来，你乐了你心态好了才能健康。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观众啊会问我说，萱萱啊，你们那个节目里边那些叔叔阿姨们是真的假的，你们找的演员吗？我特别想说，有这样的演员你赶紧给我们送来啊，太真实不过了。咱们叔叔阿姨就是我高兴我在台上表现的就是高兴，我不高兴我可能一下就掉脸子了，我会扭我就扭两下，我不会扭我顺拐子了我来两下。这演员你得给多钱他能演成这样啊。所以都是很真实的。如果说您也想要来这个舞台上感受一下这种快乐啊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我们也欢迎您来，前提就是只要你单身就可以了啊。咱们喘口气儿啊，看看生活当中咱们女嘉宾是什么样的。